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奇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40集的节目。简单跟各位先说明一下，我新的主机电脑已经，几乎调整到先前能够有的一些编辑功能了。那如果你是 YouTube 的观众朋友，你应该可以发现，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应该会有 4K 60帧的画质。那如果是 B 站收看的用户呢？我不太清楚我的影片上传上去之后会被 B 站压成什么样的一个规格，好像要大会员还是怎么样才能够有 1080P 60帧甚至更高的这个画素，那我不是很清楚。不过呢，就是跟各位提一下啊，因为新的主机的功能有提升，还有这个威力导演的版本有所变化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可以提供大家更好的画面来收看。那初次做个小体验吧，我挑了个小玩具给大家做分享。那魔方刚好最近推出了这一款，致敬到 G1 警车的家伙呢，它的致敬的这个警车的人物呢，叫做雷霆先锋何慧啊，正面这个非常好看啊。那其实的话呢，这一款玩具的这个模具呢，先前已经给大家做过了，很久以前的这款银霹雳，这款应该是我手边呢，魔方少数。除了横炮之外，就是这一款玩具呢，我是摆在我的电脑桌旁边的啊，所以它身上有一些灰尘，还有这个门板也有一点点变的颜色了啊。这个因为我是把它直接铺露在我的一个电脑桌旁边，是我经常拿出来把玩的玩具其中之一，可见得我对这个模具是很喜欢的。那魔方这几年来的话呢，也提供我们很多很有趣的小比例玩具啊。那么一路走来的话呢，哎，怎么突然又把这个先前的这个模具拿出来出了呢？那没有关系，也趁这个机会呢，让我回味一下当时第一次呢，应该这个，是我很早的时候呢，第一次接触到尼龙塑胶、尼龙材料的玩具了啊。那么这一款这个雷霆先锋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身上的话呢有一个叫做巡逻的英文字母，身边这个警徽。玩具虽然小，不过印的还是比较清楚，头雕也很漂亮。然后对比先前的银 PD 的话，它的肩炮感觉是比较有质感啊。然后枪的话呢，没有什么不同啊，还是没有增加其他的涂装。那两者哪一个好看，这端看是个人的一个偏好了啊。但是以我自己的话呢，目前来看的话，我觉得似乎这个右手边的这一款雷霆先锋的一个配色的话呢，感觉是比较协调一点。当然，如果你喜欢红大腿的话呢，那另当别论了。然后玩具的一个身材的四肢比例，各位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啊，基本上是蛮匀称的。然后身上的关节啊什么的话呢，都是非常恰到好处的，把玩起来呢，并没有特别松垮的地方啊。我们这样子摇晃一下，一般来讲的话呢，魔方的这个腰身呢，有时候会比较偏松，但这一款目前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。手腕呐、腰身呐、头部是一个球关，这个都可以转动的。然后脚前后左右踢。外摆内收都是有关节的啊，脚板非常的大，这款玩具的话呢，站立性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啊，加上后面啊这个部分的话呢，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设计啊。脚后跟的话，如果这一片能够往前面、往后面做个调整的话呢，人物的一个站立性的话呢，将会更加的丰富。我们接下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。首先的话呢，我的习惯从上半身开始啊，我们先把它的这个手部这个地方给解开，然后呢把整个这个部分呢给往上挑起来。那我个人的习惯呢，先把这个里头这一块把它给翻出来，就比较容易去忘记啊。那我们呢接下来的话呢，要处理这个人物的头的收纳，这个时候呢必须先把这个轮胎给翻出来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怎么做呢？把这个头部翻转180度，再来的话呢，透过这个板子啊，直接捏着这个头啊，直接把它往下面掰就可以了。穿过这个中间的这个孔洞啊，我们把它给往下翻下去，穿过它，好，推过去啊，到这边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再顺着头后面呢是有一个球形关节的开口，我们把这个头呢给这样子啊，像是反过来放一样啊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要把两手呢收到这个空间里头，具体怎么做呢？把这个部件往上翻，翻起来之后啊，我们这个手啊，你把它转到这一侧，因为呢，你要顺势的这样折下来。你只要知道呢，你能够这样折下来的话呢，这一面一定是转到朝外的啊，就不会去记错了。再来的话呢，我的看这个说明书啊，它似乎是把这个开口处啊是朝向轮胎的外侧，我们就跟着这样相同的一个做法好了啊。那么这一侧也是一样的，把它给转上来。
然后呢，将手部的话呢转到这一侧，因为你这个是到底是要这样翻下来，你就顺势的这个角落给翻下来，然后记得把这个手部的拳头啊转个特定的角度啊，因为你本来怎么放是没有人知道的。到这边，两边的话呢，稍微的话呢把它校正整齐一点，再来把这个车门的话往两侧放下来，这样一来这里的空间呢就会足够大了啊，我们就把这个手臂啊给塞到内部去。那么这个塞进来的时候呢，因为这个是尼龙材质啊，它的一个容错率呢是非常高的啊，直接就把它给压下来。那么头部的话呢，如果你不是这样转，恐怕就无法顺利的推到定位啊，所以记得最重要的其实是那个头部啊，记得翻折180度之后呢往下面翻折，然后给推下来，然后的话呢这个前方啊这个部分把它给压一下 match 一下，那基本上的话呢前方就算 OK 了啊。那这里的话呢刚错了，应该要先旋转腰部的话呢，应该先旋转180度才对啊。那没有关系，我们把它往下翻一点，再强行去翻折也是可以的，这个就是它尼龙材质的一个优点了啊。大家最好还是先180度先反转了。再来的话，我们的做法呢是把这个脚后跟往上推，往上推，然后呢我们是把脚的话呢分成前后两个部分的，这样子下面一个部分，上面也是一个部分啊，然后一上一下呢把这个小腿呢拆开，然后往大腿包上去啊，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形，但是非常有意思啊。那么这里的话就往后推，这里一样往后面推过去，然后中间形成出一个凸，待会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。那这里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，这一手也是一样的啊，这样子把它给上下给错开来，上面往上，然后这一片部件是要往下折啊，往下折，然后呢这片部件这里有一个反折过来的关节，这样子过来，好，到这边，然后两侧这一块啊，记得外面这个是在外面，上面这个是在里头，这样子把它给塞进去啊。有时候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呢，哎，好像卡住啊，其实你就把它给塞进去，然后这个地方门的话呢，稍微错开一点点，把它咬住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里也是一样的啊，这里把它给前后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咬合 ，OK 了。我们这一款雷霆先锋的变形过程呢，就算是打工告成了。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一款雷霆先锋，它的载具啊，一台日系的警车，黑白分明，上面有个警示灯啊。那么呢，它的武器的话呢，这些啊，你要的话就扣在前面引擎盖上面这个缺口，但是很难看。然后大枪的话呢，我也不知道扣哪里好，所以武器我们就当做车型下，就是没有得收纳了啊。然后它这个轮胎的话呢，前面后面虽然是铆钉，但前面的滚动性比较好，后面的话呢感觉小小弱一点点，小小弱一点点啊，滚动性还可以啦。你这样子推呢，它其实轮胎都还是能够全部都转动，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差强人意。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就是拳头的一个收纳转向啊，是以这个方向来做一个收纳，其他的方向的话呢，我觉得都不会比这个来得好。底盘也收得非常的扎实，脚后跟的话呢推到这个位置的话呢，从这个地方看勉强可以当成是这个排气管吧啊。那挡风玻璃的话呢是涂装啊，并不像上面是透明部件啊，当然这么小的玩具就不要苛责这个部分了。那车子的一个分割线可以说是非常的少，侧边门然后引擎盖上面只有这一块啊，所以说它已经是用了非常非常少的分割线来完成这个车型了啊。后面的话呢也有方向灯，总体来说的话呢是一款非常耐玩的玩具玩具的容错度也非常的高啊，推推压压呢就能够轻松完成它的一个变形，是属于魔方很早期的玩具，但现在把玩起来的话呢，它的一个舒压的一个程度的话呢还是非常非常之优秀的啊。前方这个 Bumper 的这个灰色真的是挺好看的。好，那今天的话呢就算顺便测试一下新的编辑软体的一个解析度啊，各方面的啊，当然可能我也重新编辑了一些片头什么的，可能看起来差不多，但不管怎么样呢，总算是把我的新的这个主机电脑呢给全部在备战完成了啊。那今天就跟各位进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